分杯80公斤级的头条九战，红包选手是来自新武创先的自身方便蓝山。其实他的对手娜塔威廉呢也是来势汹汹啊，早期他曾经获得过像这个泰之战75公斤级的冠军啊，2016年也是拿过这个极限泰拳赛的冠军。阶段对对手示意动机，好的，纳塔威廉，你看车集团、深圳平泰集团以及晋维集团对本场赛事的大力支持。步伐的控制和自己前摆拳，好的，方便的绝技前手摆拳，他就是用了这一招击败了加拿大的魔王这个西蒙马库斯。接水摔，好的，可以看得出方便的功底是非常的扎实。纳塔威廉也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放出狠话呀，方便太老了，我要 KO 他成为新的死神。好的，我们看到方便又是对对手进行这样一个拳法的连击。好的，前手摆，对手呢用低扫示意攻击，好的，哇，我们看到方便的这个跳膝呀，在山呼海啸般的加油声中，方便能否完成自己的第58场连胜？好的，左右的连击，哦，重拳击倒了，漂亮，劈大腿，靠谱的来训练，带着队员训练，是这样的，是的。哇，刚刚问东尼去哪了，其实东尼去呐喊了。没错没错，东尼因为今天很辛苦，要主持，要去做今天的解说，不着急，现在接下来的话应该是稳住自己的节奏，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的话，我觉得方便拿下今天的比赛应该是问题不大的。没有四拳飞不断刺，对，最后一分钟，好的，哎呦，好危险啊！刚才这句袭击是擦着方便的脸。我们哇哦！哈哈，现场已经嗨起来了。现场的声音现在已经盖过我们解说的声音了。没错没错，这国际圈这些大咖们都来现场助威。确实是这样。对，可以看得出方便在圈内的好人缘啊。方便的猛攻，看一下今天谁才是真正的死神。好的，比赛结束。两年的时间没有正面在这个擂台上了，大家看到他今天的状态，谁会相信呢？在这两年的时间里，方便没有停止一天的训练。现在方便有一个新武创新的搏击俱乐部，俱乐部里有上百名搏击运动员，像今天征战的王志伟、王鹏飞，都是这个俱乐部里的运动员。方便一方面每天保持比赛结果红方胜。